你想跑？ 你的兵马还是说人啊？别！等到赌注更高一点了再叫我吧。 为什么不先换把那个虚弱解了？我说 A 带一下他不就死了？那行。我们在探险手记里把这一点小小的不幸。那这样再送下去，你们队友要遭不住了不？
我在德玛西亚用的是假名字假洛青羽，光之守卫位第八，他是个国家英雄。这种我带进化有什么用啊？感觉还不如带个 TP 啊。不是你这两个那个怎么不给我用？我们两个还差三秒，我没给你。对，先进来的蝴蝶灭尽。炮都差点掉了。我总是很欢迎新的想法。我他往下面走来的，好闪！给他炸过来！哎呦！我来自一个探险之家。喜欢玩泽拉斯吗？我去弹他，但他不过来。蛤蟆为什么打我？你肯定打蛤蟆了呀！你不打蛤蟆，他为什么打你？里面可能是你的E打的。有说话。我可以要张收据吗？不可以。舒瑞玛人非常恨我，洛克萨斯也搞得出这个。德玛西亚人不冷不热，我还没去过艾欧尼亚，看起来还行。都怪地球不好，是岩石的问题。考古学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。我讨厌偷这个字。好像我们两个比他们两个要能丢一点。都是丢六怪，瞧不起谁？哎呦，怎么是刀妹啊？我以为是战争女神呢，直接一脸上去了，结果一再一看东北。只要你有本事，就不需要什么运气。干嘛嘛？我们两个手残一点，啷个说呀？几个掌吧。这也中。
能换个小，非得削我干啥？那么大一个炸弹，人你不打，你打我。啊？这都没死吗？再接难，最终还是被海大夫炸死。口袋吧，绝地三台。